干嘛呀？那边记者还等着采访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到底是人红是非多呀。红、你看你们两个拍个广告，没有我，人家都不给钱了。龙哥，龙哥，什么玩意儿？怎么才来呀？人家等了你好久好久。我停！就冲你这长相，明天我得雇俩保镖。哎，雇俩，雇俩。哎呀，这个广告到底给多少钱呢？5000块钱。5000？哎呀，你瞅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，5000块钱。那是不是得老多词儿了？哎呀，龙哥，词儿一点儿都不多。那边说去。龙哥，你跟郑峰一人就一句台词，就一句，就一句。郑峰说：“要想不250，就喝豆腐乳牌优酸乳。”这时候呢，龙哥，你面前有一杯优酸乳，你把它拿起来，咚咚咚咚咚，一饮而尽，说上一句。初恋般的感觉哟！啊，初恋般的感觉 ，OK 了、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嗯、啊，就给5000块钱，是是是，对啊，那没问题，来吧，开始。呀，那这是啥呀？龙哥、这是我们产品的形象代言人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朱时茂老师。这个他是形象代言人，找我拍广告。那他咋不演呢？他不是贵吗？你不是贱吗？告诉你俩啊，这个没有我照片，我绝对不拍。哎呀，龙哥，怎么可能没有呢？肯定有，肯定有。就是、怎么整的？噔噔噔噔！哎呀！怎么样，龙哥？哎，你快试试，可好玩了！哎，你试试试试。哎呀，来，怎么样，郑峰？哇塞，这是有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耶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个就是咱们的产品吗？对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，这龙哥这没拍上，咋先喝上了呢？我渴了。龙哥渴了，不行吗？龙哥、我不是怕你喝，我就想给你解释一下、咱为了省钱用的是豆浆。我说一股豆腐渣味儿呢。来来来，来，准备好了啊，预备，开始。要想不250，就喝豆腐乳牌优酸乳。好像说错一句词儿，啥词儿？我说的是要想250就喝。郑峰，人家是要想不250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谁想250啊？哎呦，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也能犯 ？Sorry，Sorry，Sorry。龙哥别生气，别生气，龙哥。好好好，咱们再来一条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要想不250，就喝优酸乳牌。啊！哈，初恋般的感觉呀。啊！停！你刚才是不是说错词了？好像应该是豆腐乳牌优酸乳，你说的优酸乳牌豆腐乳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什么演员？我不演了！哎，别，不能演！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不能演了！龙哥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不能演。别以为老娘喜欢你就可以为所欲为，蹬鼻子上脸！我告诉你，这是演员的演，不演还得演。
还没演。我告诉你，这5000块钱老娘挣定了。5000块钱你还要不要了？说，不是你们俩，要不再来一次？龙哥就是龙哥，大腕就是大腕。好了，大腕开始吧，没时间了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要想不二排五，就喝豆腐乳牌油酸乳。啊！是中国喜剧力量的录制现场，站在我身边呢，就是我们上一届的第一名的获得者高海龙先生。来，高先生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好不好呀？好。啊，那高先生，你拿了上一次的冠军之后，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？龙哥都拍广告了。哦，真的拍广告了？什么广告呀？豆腐乳牌油酸乳。哦，那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呢？好呀好呀好呀，要想不二百五，就喝豆腐乳牌优酸乳。喝，龙哥，喝呀，龙哥。啊！完呢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